听到了没？大家。上海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卡。请问大家今天开心吗？今天我特别开心，但今天我也特别难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今天是我巡演的最后一站。但是我想感谢所有人来到这里面，是因为你们，我可以开我自己的巡演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送给我的话，谢谢。给我看你的手。我明明是和芳芳去的。我完全没听懂，谢谢。我爱大家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爱到你了 ，Thank you。你们是最好的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